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小雅欣。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为了协助思觉失调症的病友顺利衔接一般职场，联合医院设立生活重建坊，走过15年整修后，以更安全舒适的训练场所重新开张。里头贩卖的餐点，每一样都是庇护员工亲自制作。使用现磨咖啡豆再倒入奶泡，一杯香醇咖啡让卫生局长喝了赞不绝口。不过除了手工咖啡，还有茶叶蛋和独创口味吐司，每样餐点的背后都是由思觉失调症的病友所制作的。那个拿铁真的喝起来非常的口感非常好，那我刚刚也特别提到说不会太甜，那本来就不加糖，但是有那个奶香的味道。他们人际互动是很差的，而且他们怕陌生人，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一个跳板，就是在这个生活重建这边重新跟这些也社区人士可以做一些互动。熟练调制咖啡茶点小铺里33岁的店长，因为不适应一般职场环境，选择这里作为重新出发地。从训练阶段到正式面对客人，那份成就感无可取代。学到最大的东西就是耐心，因为这边的学员有像刚刚老师有讲，都是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相处，你必须要花更多的耐心去跟他们相处，然后理解他们的困难，所以我这边学到很多东西。为了协助病友顺利衔接一般职场，联合医院设立生活重建坊，走过15年整修后，以更安全舒适的训练场所重新开张，期盼让民众看见这些庇护员工的用心。非常高兴，我们也目睹了，就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社会的三星人士一起来帮我们打造这个茶点小铺，所以我们要提供的是一个优质的一个而且符合食安的一个小铺，也让我们的这些精障的朋友在步出医院之前，他有在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培训。经过营养师把关，再透过这些庇护员工用心制作，送了客人手上的餐点，每一份都是满满心意，更协助他们能够自立生活。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高雄市交通局在3民区合体社区建置全市第一个交通宁静示范区，限制进入里面的车辆时速都不可以超过30公里，并划设标准型人行道，让民众可以安心在社区里行走。进入合堤社区，就看到入口处有一个最高速限30公里的标志，有的路口还设了中央分隔岛，让路幅变小，这样车速要快也快不起来。民吉路也做分隔岛，这个进来既然美观又有森林的感觉之外，又可以得到宁静还有安全的一个目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还没有设以前，我们就设了这个一个30公里的宁静区的一个标志。合堤社区绿树成荫，居住环境相当好，但是因为居住人口多，进出的车辆也跟着多了起来。过去进入社区的车子常常速度很快，有了30公里的速限标志和划设标线型人行道，民众都觉得走起路来安全许多。因为它这边是就直接写人行道这样，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会啊会。这边的那个行车的人，就是说可以速度更慢一点，对。你自己会遵守这个区域里面速限30公里吗？会啊会啊，因为其实我骑车的速度不快。为了减少车辆因为速度过快反应不及而发生交通事故，高雄市交通局在合堤社区建置全市第一个交通宁静示范区，以各种标志标线提醒车辆减速慢行，有效降低事故的严重性。那假如说当地社区这边速度能够满足我们宁静区的这个规范，那我们可以用这个部分去再去影响到通过行的一个车流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并不是以执法为目的的，那希望是说透过这个设施，然后一些宣导的方式，让民众能改变他的行为。10次车祸9次快，高雄市交通局表示，合堤社区的交通宁静示范区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未来将以里为单位持续扩大办理，让社区的交通环境更好。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古山区弱势长辈多，尤其独居老人更是常见。华山基金会就和新宗理合作举办感恩茶会，邀请银发族体验多元有趣的互动游戏，希望为这些长辈带来温暖和快乐。
开心在小元宝上留下签名及可爱小插画。华轩基金会古山二天使传成立服务已满周年，特地举办感恩茶会，希望增进长辈彼此间的互动，也让大家一起关怀社区孤老。古山成立二站以后，我到古山才发现古山的一些独居长辈真的很多，一个人独居，然后一个人住的，甚至身障的，真的就这样窝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比例很高。那自从有华山来照顾以后啊，他们的各方面啊都越来越开朗，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在大元宝上贴上象征福气的字样，希望长辈幸福健康。由古山区新宗里长号召社区一起制作的吉祥龙，也在阿公阿妈手下点亮双眼，象征为现场的银发族带来满满活力。号召我们中古山，因为很多都是传统的社区长辈，而且都是独居的，那我们希望说鼓励他走出户外来，不会说都每天都闷在家里。那第三个就是做成这个成品之后，我们可以帮他来委托这个庙宇来做贩售，来卖，然后让长辈也多少有增加一些收入。谢谢，今天由华山举办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让我见识很多，也很高兴。古山区新宗里长表示，社区的弱势长辈多，尤其独居孤老更是常见。华山基金会为这些长辈提供关怀服务，给予温暖，让他们后半人生也能过得快乐和健康。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新兴儿基金会开设新月工坊，教导自闭症儿学习烘焙、手冲咖啡等技能。而华航空服务员也特地前来关怀和学习，孩子们充当小老师，在教学过程展现自信，获得空服员的鼓励和肯定。在孩子们的教导下，华航空服员捏出一颗一颗巧克力球，再把手工饼干切片做好一个一个蛋挞饼皮。另外一组则学习做咖啡冲泡包，孩子们充当小老师，都展现难得的自信心。要先称材料，再给他称材料搓圆那些，称几颗那些，再给他用。会不会很困难啊？不会啊。华航的人员要来之前，其实我很担心，可是看到他们今天能够这样跟人家互动，然后也没有出什么让我意外的一些差错，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原来我们的学生已经在我不知道的状况下已经成长得很在那个速度在我所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就觉得很棒。自闭症的孩子不善表达，少有人际互动，缺乏自信。在基金会的邀请下，华航空服员特地前来关怀他们。看到孩子们努力学习这些技能，都相当佩服，也给予鼓励和赞赏。未来将适时伸出援手。中华航空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们结合，一起做，让社会上了解自闭症的人的那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协助做一些活动，来帮他们扩大知名度啊，或者是争取一些经费。在新月工坊的环境里，孩子们除了学习一技之长之外，情绪上也逐渐好转，可以接单大量生产，也希望他们到一般的职场上就业，自力更生。技能训练的以后，就是他也慢慢对工作会有兴趣，那我们可能就是培养他这方面的，比如说工作态度啊、工作兴趣，那样的工作技能的话，有些是可以送再到职场上去的。华航空服员前来新月工坊关怀学习，体会到自闭症孩子的生活不易，也看到他们不放弃自我，继续在人生路上发光发热。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推动军事遗址观光，开放古山洞坑道。虽然这样的遗址带有神秘色彩，而大多是因为战争留下许多历史故事，游客在前来游玩参观时，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寿山山体里被挖出长达200公尺的坑道，文史专家表示，这些坑道最早在日治时期就进行开挖，作为防空避难之用。今年累月下来，洞壁上出现钟乳石结晶。日治时代后期建的，是由总督府的那个铁道部建的。那这个防空洞本来就是作为那个铁路局的员工还有旅客他的防空，这
那个战争时候的躲藏的地方。光复之后，作为警备总部的侦讯室以及鼓山警分局的防空避难室，坑道内至少可以躲上2000多人，成为高雄市观光局新开发的观光景点。由警备总部接收，那有一段时期就作为那个侦讯室使用。那这个防空洞大概总长，它有2-3条隧道，总长大概有200公尺，那中间有一个逃生口，就一直通到那个上面的马路旁边。黑暗的坑道里虽然让人好奇，想掀开神秘面纱，但这样的战争设施和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听了还是会让人毛骨悚然。被列为负面遗址的另类观光，参观时要有心理准备。那我们保留这样的一个负面遗址，在文化遗产来讲，这样的军事遗址称为负面遗址，因为战争啊，或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有一些历史事件在那边发生啊，那民众来参观的话，就是来学习这样的历史，那来我们来反省。观光景点不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也有人文历史遗迹。参观时了解这里曾经发生的事件，也带有一点反思和检讨的意味，不同于一般的观光旅游。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设施在用的，就坐在这边。为了提供高雄市民丰富多元的终身学习资源，教育局在南子、燕巢、仁武、大社与桥头等5个行政区新设立北高雄社区大学，并在南子区后进国校举行启用揭牌仪式，各学区都有不同学习的发展主轴。倒数声中，北高雄社区大学在后进国小举行揭牌启用。由高雄市教育局主办、台湾环境教育学会承办的北高雄社区大学，将提供高雄市民丰富多元的终身学习资源。启用典礼上，社大讲师带领学员表演热闹开场，感受十足律动活力。应该算所谓的第七所社区大学，从108年开始，我们又增设了2所社大。那主要当然会希望说，这个学区重新划分了之后，可以服务更多的一些在地的居民。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大学全面学习的过程呢，包括我们整个的人文历史的保留，甚至于我们这个区块更重要的环境。好，大家对整个环境的要求是一直往上走的哈。那如果能够在这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体会每一个地方更重要我们需要的，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环境。北高雄社区大学学区涵盖南子、燕巢、仁武、大社、桥头等行政区，台湾环境教育学会在公开评选后取得经营权，以南子后进国小为本部，期许建构一所公民都能参与的行动大学。我跟在地的扎根，还有透过真正能够行动，公民行动，这样才是我们想成立社大最想要做的一个理想。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进驻在后进这边，因为后进过去的历史非常的精彩，它也是有非常丰厚的这个人文，还有对环境，还有各种这个其实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地方。接地气的新营理念，融合后进地区深厚文化历史，北社大推出100多门课程，提供市民选择参与。我们希望大家更了解后进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启动了后进地方学。那后进地方学是由一群老师是一个师资群的角度呢，透过各个专长呢去连接在地不同的特色，有文化的啦，当然也有反武侵的抗争的这样的性质的存在。那更多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连接在一起的老树，对老树的关怀。有后进丰富的文化背景做底蕴，环境教育成为北社大重要定位。在5月上旬已经启动老树调查研究，也陆续办理绿色生活系列论坛，让民众深度了解自己的家园，才有机会持续发展新的地方知识。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前镇国小将荒废10年的老旧厨房火化再利用，变身为长辈最爱来上课的空间。不仅中午的供餐菜色美味又健康，学校也举办许多活动，老幼共学，为校园注入不同的活力。
国委站的外墙会上缤纷色彩，踏进里面，一群银发族十分投入在健康运动里，甚至连92岁的长辈也活力不减，全力跟着左右邻居一起动起来。但特别的是，这处关怀站可是位在校园里，前身还是一个荒废已久的厨房。整个学校的资源盘点了之后，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个闲置的空间，但是里头又堆满了杂物哈。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个空间活化，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正阳发展协会做了一个合作，那也慢慢的经过6年的时间哈，才可以看到目前这样一个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设置。把闲置空间活化变身成社区据点，过程中花费不少心力，但营造出了环境不仅让长辈很满意，每天上课准备的供餐菜色更是健康又美味。我们目前有菜园，我们所有的菜大部分给长辈吃的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的厨师都是5位连班，每天都是一位厨师，都是有经过社会局来评核。个吼，阮遮同事兄弟这姊妹，大家都足好气的。中岛煮的菜有好食。真好吃，人多很好吃。近40位长者的年龄总和起来超过1000岁的小学堂，为校园注入不一样的活力，也是学校与社区结合良好的示范场域。正阳社区关怀站，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毒害威胁大，因为毒品而赔上青春的事件时有耳闻。为了让教育资源较匮乏的偏乡孩童建构辨识及拒绝毒品的决心，高师大和台湾无毒世界协会携手举办反毒学习营，透过寓教于乐宣导活动，将反毒观念向下扎根。毒品走私手法日新月异，因毒害而赔上青春的事件时有耳闻。为了建构孩童辨识及拒绝毒品的决心，高师大和台湾无毒世界协会携手举办偏乡圆梦反毒学习营，邀请学习资源较缺乏的偏乡孩童一同参与，让反毒教育向下扎根。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让偏乡的小孩子能够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产生自觉力，那么他将来必然可以快乐学习，那么产生创造力。屏东县牡丹国中合唱团带来的天籁之声，象征着孩童的纯真。台湾无毒世界协会理事长表示，孩童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尽力去追梦，只要有目标，他们就不会沾染毒品。那因为我在偏乡做反毒宣导活动的过程呢，有深深的感受，就是偏乡的孩子非常天真无邪，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欠缺的就是知识，他们的资源不足，所以我们应该要补充给他更多的知识，让他了解了之后有正确的知识，他就能够判断，然后产生自觉力，可以拒毒。反毒学习营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编排多元有趣的反毒教育课程，将反毒观念向下扎根，让下一代可以安心健康朝着梦想前进。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中山大学开发一套桌游教具，并与太平国小合作，透过游戏体验，让学生了解空气污染以及如何守护自己的健康，不仅深化学习，也将空污防治的观念向下扎根。执起骰子玩起游戏，赢的人就可以为自己的角色抽选一张牌来决定空气污染要增加还是减少。而空污牌从黄色到红色，每张卡都代表不同的污染程度。这是由中山大学研发，并与太平国小合作，来引导学生反思空污议题的教具。这一组那个空污的桌游，其实它有3个角色，就是主要是公民、政府和空污大魔王，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分布在我们生活中对于空污的一些影响，或大或小一些角色。那因为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时候会做有利于环境改善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很多时候是两难的。所以其实在现实中生活中要怎么去做一个
调整或做一个选择，我觉得对于孩子会是一个非常立即而且非常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验。透过大富翁方式及游戏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公民、政府或企业三方的何种行为会造成空屋。比起课堂上单纯讲解，游戏体验的学习方式更能让学生反思了解。 我担任的是空屋大魔王，游戏结果我们输了。玩这个游戏我们学到就是这个空污对人体很不好，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善的话就可以用空气清新机来改善。另外像是这款 VR 则是透过虚拟实境让孩童了解 PM2.5 中包含了什么物质，进到人体里又会造成什么危害。觉得哪里最好？进入鼻腔的时候。那你刚刚有看到什么？PM2.5 有包括汽车的黑烟跟海浪。透过桌游和 VR 不仅增加学生的求知欲望，也能深化学习，让空污防治观念从小扎根，守护自己的健康。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萧雅欣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您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萧雅欣，我们明天再会。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样也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层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顿，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看到了吗？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的经济我们一起来打拼，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城市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监督。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爱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看到了吗？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的经济，我们一起来打拼。